年干旱，自己山林里面的这些树木啊，好多都枯死掉了，晒死了。昨天把它拉回来，把它劈成柴烧，做饭吃。这下面这些都是昨天的成果，好多哎。那个师傅那天发财，他从接到一包蜂蜜。大表层换的砖头咯，那个新砖头咯。那个机器其实 我花了2000多买来，直接基本上没用好，到好都是别个的用。来试一下那个最大的根来。嘿嘿。